日本国土面积狭小，但是四面环海，拥有非常丰富的海产资源，并且非常喜欢生吃。他们认为任何繁杂的烹饪手法都是对食物鲜美味道的破坏。在日本就有这么一道疯狂的刺身，这道刺身算是鱼界的凌迟，手段相当残忍，不仅考验厨师精湛的刀工，也能激发起日本食客变态的食欲。喜欢听奇闻故事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关注一下。这位日本小哥买来很多小鱼，这些小鱼看起来像泥鳅。首先他挑了一个个头比较大的泥鳅放在冰块中进行冰冻，并且还善意地说，冰冻后的泥鳅相当于打了麻醉，可以减轻不少痛苦。接着小哥拿出一个案板，用凌迟小刀从泥鳅的后背上给划开了，这一划泥鳅痛得在案板上打滚，小哥丝毫没有怜悯之心，继续把泥鳅的另一面鱼肉给片了下来，并且把内脏给取出来。凌迟完的鱼只剩下鱼骨架，小哥这时候善心大发，又把鱼放回鱼缸中。这种被剔掉肉的鱼也不可能活下来，在失去鱼肉、鱼皮和鱼鳞后，伤口无法抵御细菌，在水中很容易感染而死。不过也不用等到鱼儿死亡，食客们早已将鱼肉吃得精光，并且还是一边吃着鱼肉一边看鱼骨在水里挣扎。日本这种丧尽天良的刺身做法，你们会吃吗？